这个也是一种，那我看起来类似周子瑜事件，只是让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差而已。这个哦，两边哦意识形态哦越来越高涨，然后这个对会造成两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其实这个也是一种，那我看起来类似周子瑜事件，只是让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差而已。选手的态度还是这样的，减少紧张哦，减少冲突的危险。其实现阶段台湾要做的事，还是先加强自己实力。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，台湾至少老百姓都觉得生活过得不是很好。整个经济力量、国防力量，还是先无事敌之不来吧，事无忧以待之吧。台湾内部的实力要先过，这比较重要，不是讲太多话。